各位好，今天我们来介绍这款 Valentus CT526F 哦 ，CT526F。好多顾客说这一款很没有什么客户会找，也很难卖，为什么？一我们所讲的，我们要必须要让客户理解，在什么样的情况要使用这些工具，工厂研发出来的所有 Valentus 都有它的功能哦，都有它的好处和优势。缺点也会有啦，缺点也会有，也但它的优势也非常多，优势也非常多。那么我们销售的人不能够判断这个东西呢，哪一种顾客喜欢，哪一种顾客不喜欢这个我们都要去建议一下，建议让客户理解这个工具的使用的位置在哪一个位置我们来研究一下。那么我们所了解的很普遍的500号跟525205哈，500跟505呢，非常多的客户找这个款了哦。为什么他喜欢找这个？而且是大部分都是华人的顾客比较多喜欢哦，这种505或者500号啦哦。原因就是它可以有一个模型，看它喇叭的模型这个很容易去测量它的管子的那个高度那个宽度要需要多少，好吗？因为这种是叫固定的，它固定的一个模型，这个东西就是在这个华人比较喜欢。那么526跟525的分别是什么呢？我们所看马来人顾客为什么会比较喜欢这个款呢？505或者525或者是526原因就是。它只有一个孔，看到吗？不管什么规格的都在一个孔，所以我们所讲的500号呢、500呢，你看很多的规格很多的孔看得到吗？每一个规格就是一个孔就是它是固定型的，固定型的。还有我们的友族客户他们还不懂得看这个规格这所有的规格他们不会看多少分？他们买空调一般都是给我1马力的空调管子或者是1马力半的空调管子，他不会跟你说我要3分、2分，我要2分、4分，他不会他只是跟你讲我要空调管子多少马力配给我因为他们很多还不理解这个规格，这么多孔他看得很烦自己不会就变成很烦了所以为什么他们会选择这一个款呢？原因就在这边这个不管你什么管子的规格，只有一个孔都是放同样一个孔，明白吗？所以他们会非常喜欢。第二个好处是我们在进行孔秀拜做这个喇叭的时候呢，如果你用这个505的话，或者是500号的话你看它的长度，能看到吗？这个长度太长太长，你的空间有限非常有限所以你做起工作来非常的不容易不容易。所以我们就讲呢，这个用在孔秀拜非常的好处有它的好处，它只有一个孔，对不对？它只有一个孔，好吗？所以使用这个525呢，或者是526呢，我们跟那个500跟505的不一样不一样。这个必须，它没有一个喇叭的模型，对吗？它必须要离这个铁板的3个 mm 高度，所以这个不能够压到这个铁板不然那个铜管会压坏。好，我们来操作一下给大家看如何放这个铜管。我们先拿一个1/4的管子，好，我们看一下离铁板3个 mm 离铁板3个 mm 就可以啦。好，这个我们试一下，这个不能够放到太靠近太靠近这个铁板会压坏这个铜管这个跟那个500505的不一样的操作好，我们试一下。
不需要到那个铁板哦，我们自己要去判断这个喇叭的那个宽度，看得到吗？判断这个喇叭的宽度足够是那个肺那的那个宽度吗？啊，足够了以后我们就要停止了哈，就要停止了，好吗？看得见吗？啊，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漂亮，看得见吗？啊，非常的漂亮哦，好吗？记得哦，要离这个铁板哦，这个铁板那个高度3个 mm 这样子哦，然后非常的漂亮，看到吗？啊，非常的漂亮哦，哦，不会有问题，这个做得非常的好的哦。第二，我们拿一个管子哦，不标准的管子哦，这个铝管哦，不知道是什么规格的哦，我们不管它什么规格哦，都能够做哈、哦，这个五二六和五二五的都可以做哈、哦，它不管你什么规格，是我们所讲的，标准不标准哦，我们不要理它哦。我们试一下，把它扣好。看得到吗？你们自己去判断一下这个喇叭哦，这个喇叭，好吗？哦，非常的漂亮，看得到吗？非常的漂亮哦，能看见吗？哦，这个不标准的哦，这个管子，如果你用在500或者是505的话。如果你遇到不标准的管子啊，这个时候这个固定的模型呢、哦、就夹不住了哈、哦。当你要把它夹稳的话，它就会滑下来哦，就好像这个管子啊、哦。然后你夹的话，它夹不紧就会怎样？它整个滑下来，你就做不到工作了啊。这个就是505和有500的缺点哦，有好也有不好哦。遇到这个麻烦，我们就没有办法啦，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铜管的标准度。能达到多少？哦，稍微偏一些啊，这个就夹不紧了啊，就夹不紧了。好，我们再试一下1/2管子，非常好用了这个款，只是大家推荐一下它的使用的那个位置哦，就是孔秀拜啊，空间比较小的地方哦，比较小的地方，比较窄的地方哦，狭窄的地方，使用这个比较短的那个工具是非常的。好用，非常的好用，好吗？我们把它离一个3个 mm。这个526也是属于是 diamond 头哦，看到吗？它很多角了啊，这个都是 diamond 头啊，在这个 diamond 都是源自于806啦，806偏心的那个试镜啊，但是这种是固定型的，固定型的哦。来，我们试一下。不要压到铁板哈、哦，放的高度一定要放高，离那个铁板3个 mm，好吗？这个我们自己研究一下。不过再压到你，认为足够的那个宽度就可以停止了哦。看得见吗？非常漂亮的哈、哦，非常的漂亮。哦，不管是什么那个规格的管子，我们的这个526和525的款型都会做到非常漂亮，非常的漂亮哦，把它拿出来看，对不对？很漂亮哦，好吗？所以这个525呢，跟526的款型呢，建议一下客户哦，好使用在孔秀拜啊、马来客户啊，或者是华人啊，我们再推广一下哦，操作一下给客户看，或者是这个视频也让他分享一下。好，让客户看一下到底使用，啊，怎么样使用，正确的那个方式哦，还有使用的地点很重要，这个地点很重要，好吗？这些都非常好用，非常好用。好，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好，这款就是 CT526，谢谢大家。